真的要，其实老实说，真的要感谢韦静啊，因为其实我知道，我跟他合作两首歌曲嘛，然后断续就是潜台词，我有看到很多就是歌迷的回馈，都很喜欢这首歌。除了我跟09意外的合作，我跟韦静的合作，其实好像在我的那个频道，如果以在我的频道点击率来说是第一最高的，所以他也算，对啊，他也算是我的恩人啊，我觉得，所以。很开心，希望未来还有机会，可能有第三部或之类的，看有没有可能。算是没有啦，明天就会见面。我们一个月应该只有三四天不会见吧，所以偶尔一个人出来跑，他们应该也不会介意。一个人的心情就比较无聊一点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不晓得，就是朋友的力量嘛，在他们。他们在我旁边就会觉得轻松很多，我的废话比较多一点。我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讲什么废话，就是废话最多应该是小奈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，真的有团员其实真的有蛮多好处的。我哭嘛，但我最后就是没就抱着大家一起温馨的留下。几滴男的泪水，没有太多。影片还在我手机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删掉。对，看一下我开多少。对。